小敏这事儿您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小陈又开始追小敏了。我这一年就一直在想，其实咱俩就像是在泰坦尼克上俩乘客遇着了，然后就好上了。本来玩的还挺高兴的，咣一下撞大冰山上了。要不要，咱俩再试试。我们得赶紧走了呀，再走来不及了。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正好路过这边，然后我过来用一下厕所。老陈，你太不地道了！来来来，我你这叫横刀夺爱！你爸要是把小敏阿姨拐跑了的话，你必须当我儿媳妇儿，你给我养老。哎，您身体挺好的。我身体挺好。